大家好。前几天我收到 Bonusling 的邮件 email， 说我里面的分数可以免费换取这个 Hello Kitty 限量版，所以我已经换取了两套，然后今天已经收到了。现在我来开箱一下，看看里面的东西。是这个 Hello Kitty，Doki Doki， 来，这个是第一个开箱，这个是它的收藏 Hello Kitty 的框，那它的设计蛮精致的，你可以看盒子上面有很多 Hello Kitty 的小图案。先我们来开第二个箱，然后它上面有写着 Hello Kitty Five Figures， 我们来看看里面五个什么样子。那么大的盒子里面就只装那么几个小盒子。这个就是 Hello Kitty 的模型，它有十种不同的模型让你收集。我们先来开其中一个，看看里面有几可爱。这个很像神秘礼物，盒子里面还有另外的黑色包装。这个是其中一个模型，这个是第一批五个模型，再我们开第二个箱，也是一样，那么大的盒子里面装着这个五个小盒子。你看这个小朋友很兴奋。这个是第二批的另外五只，然后里面有三只我拿到同样的，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框里面。
我呢？这个。哒啦。这个小朋友很兴奋哦，喜欢吗？今天的开箱完毕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